好，我看一下这题哦。他说一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加十分之一加十五分之一加到五十五分之一，这题怎么算？这题哦，一开始哦，你很难找出规则来。这题怎么做？其实这题哦，我们数学最怕这种题目就是无中生有。你去想想看哦，这一要一乘一，这三一乘三。这六二乘三，这十四乘五，怪怪的哈，好像可以猜又不能猜，这是怎么办？其实说你观察一下这些数字怎么说，其实说这种题目最麻烦，好不好？麻烦你把它记一下，我把大家分子分母上下同乘二，这样行不行？把大家乘上二分之二行不行？所以说它可以写二分之二。加上六分之二，加上十二分之二，加上二十分之二，加上三十分之二，加上多少？一一零分之二。老师，拆成二有用吗？有。这时候你看一下，这二怎么写？二乘一乘二分之一，对吧？哈 ，OK。这时候你看一下哈，我把乘上二分之二之后，我把分子地方的二提出来。这怎么写啊？这些二分之一可以写一乘二分之一。我提出二之后，这六怎么写？二乘三分之一。我提出二之后，这十二怎么写？三乘四分之一。我提出二十，二十怎么写？四乘五分之一。我提出二之后，这三十怎么写？五乘六分之一。以此类推，我提出二之后，等于一百一十怎么写？十乘十一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我把分子分母上下同乘二分之二嘛，所以乘起来这边是二六十二二十三十一零，所以二可以拆成一乘二，六二乘三，十二三乘四，二十四乘五，三十五乘六到一百一十四起，十乘十一，只要这边会算了，麻烦你马上把怎样拆开？怎么拆？一分之一减二分加二分之一，减三分加三分之一。减四分加四分之一，减五分加五分之一，减六分之一消掉，剩下头和什么尾？头是几？一分之一是一，减掉尾巴是几？十一分之一。所以二乘三，一减十一分之一，十一分之十，所以算出来是十一分之二十，这样行不行？可不可以？可以哦，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